假若一位智者会知道在某一时刻所有促使自然运动的力和足够自然的物体的位置，而且他也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则在宇宙里从最大的物体到最小的粒子，它们的运动将包含在一条简单的公式里面。对于这位智者来说，没有任何事物会是含糊的。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啊，简单的说什么意思呢？我が輩は超天才ということだ。嘿嘿嘿。